在塞牙七八号晚上来到逢甲夜市，尖叫声此起彼落，大家都是冲着 Michael 哥王阳明来的。阳明哥，你好，谢谢，我爱你，谢谢。混乱中听到男粉丝告白，王阳明还不忘回头说谢谢。为了宣传电影，包括高杰、王世贤、张怀秋等演员都来了，粉丝包围要签名拍照，手机升的一个比一个高，就是要拍到偶像。也因为粉丝实在太多了，场面一度混乱。拜托不要失控，我们不要退，拜托。全台票房即将迈向2亿，电影宣传走出户外跟影迷互动。分成来怎样？找怀秋，找谢之哥。有没有这样？有，我自己。你们是从头跟到尾。对，粉丝一路紧跟着演员逛夜市，电影宣传众星云集，让粉丝嗨翻了。东森新闻谢中化在台中的采访报道。